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检阅三军。彭德怀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为了解放党，为了防止解放军向我国神圣兵条的扩人侵犯侵略，为了保卫祖国的意识，为了保卫亚洲不世界的和平，我命令你们时刻保持奋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实力，加强提升团体意志，以到社会主义全国的学习少年准备的一条新进行的，让我们现在国家的意识发扬革命精神主义，我的命令遵守纪律，为整体我国这么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发展而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胜利的标志队，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解放目标很大了。1954年的阅兵，充分展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时，我军以陆军为主，海军和空军为数不多，而这时的受阅部队已经体现出我军正努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发展，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面对西方社会全面的封锁，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了许多朋友。在国庆典礼上，与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都派来了官吏代表。与1949年相比，我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历时63分钟的国庆阅兵，与开国大典相比，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但队列的整齐和武器的完备，更加显示了我军的威武雄壮。建设成就是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硕果。旧中国连一辆汽车、一部拖拉机以至一只手表也没有生产过。随着第一个5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第一相继问世。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国庆节前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新中国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人们用最大的热忱拥护这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